请讲。警察拉你啊？系，我知道你是警察，咁你拉我咩啫？噶，快啲个电话先。诶，你讲咗先啦。我而家拉你罪名系颠覆国家政权罪。系、okay, ，我又上诉你啦。喺2020年期间参与实施行为35+公民投票嘅初选活动，系选出35名或以上初选请求者进入立法会。我哋依家准备拘捕你，涉嫌违反国安法，颠覆国家政权罪。